展赛会，今次得到我哋会长邱炳吉先生嘅带领之下，成立一个工委会，就举办今次2011年响呢个地点，响呢个怡宝斗武宫冷气礼堂及露天展览馆，日期是2011年8月27号星期六至到8月31号星期三，共5天展出的时间，每一日上午10点至到晚上10点，入场免费。展出的作品来自全国各地，雅石与盆栽约有300件，奖金分30个组合，参赛者共领取的奖金达到16000的现金奖。配合今次展赛会，主办当局亦都安排多项的丰富节目及活动。第一，有中国雅石大师的讲述到关于欣赏雅石的现场讲座会，及盆栽高级名师示范盆栽制作。三，举办全国诗画公开赛。四，举办国庆日儿童绘画比赛。五，文化书籍传媒展。六，水墨画书画价值讲座会。七，水墨画徽号示范。八，剪纸艺术示范。九，对联诗词讲座。十，书画徽号。十一，地址龟讲座。十二，中医师谈养生之道。十三，现场展出名家中西画作品。小弟邓启平，我是这次的节目的策划人。大家看到我这次我们盆栽雅石展赛会推出很多节目，可以说是一个中华文化的首选的嘉年华会。因为你来到这个展赛会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很精彩，而且这种节目对那个上年纪的而且年轻的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。